这几天他也都在练习，就是在等这一刻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欢迎那个黄林群，哦，黄林群，我们有他这个同仁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大家好。要先念哦，那我可以邀请我的哈嘎阿婆陈奶小奶。黄茂景先生，我们是要唱一首客家歌，然后它是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叶才的故事》的片尾曲，然后叫做《CC 柳铺开路行》，要先用念的。好跟柳。花轮流到那雨季，火把跳到那香里，细细心情梦萦底，细细心肝向海飞。弯弯曲曲路唔平，河水咸咸把岸浆，日日夜夜引人行，细细脚步唔停忘，你看你看。爱上亚婆鬼眼国，你看你看，爱上五月，水都安快乐，天树强下行，天树强下行，细细脚步放西行，天树强下行，天树强下行，细细脚步开路行。念完了，它叫做 CC 有铺开路行，就是小小小的脚步，然后走大路的意思。好，我把这道爱向你，细细心情梦萦里，细细时光上回味。弯弯曲曲路唔平，河水咸咸泛江，日日夜夜念着他，细细脚步。你看你看爱将那坡归安哥，你看你看爱将那水都安快乐，天树更寒，天树更寒，细细脚步放西行，天树强下行，天树强下行，细细脚步开路行，细细脚步开路行。什么你暗示？暗示谁？这个编曲老师。好，那就很高兴呢，今天在那个很美妙的客家音乐下结束今天晚上的演出，那也很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草地上的活动呢，常常就是有像音丝路这种性质的，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体育节目，大家一起来跳有氧拳击，或是一些特别的提案，然后都会放在草地上跟大家分享。所以，如果大家下次还有时间的话呢，或是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单啊，然后好好把握，就是这个礼拜天晚上相当这个轻松的这个时刻，然后到草地上，那很多活动呢都是大家可以上台一起分享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节目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大家一起给自己一个掌声，然后我们就。
结束了今晚这样。